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健身课程，我是今天的主讲张教练。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是女生生理期有氧训练，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下载功夫者 APP 和我们进行私下交流，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我们现在开始。 Let's go Let's go。好，第一个动作，早安式体前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背部一定要伸直。做的时候双腿弯曲，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一分钟。第二个动作，俯身转体。做的时候双脚与肩同宽，手背后，背要直，然后双腿弯曲，在转体的时候眼睛要往后看。好，现在我们开始做一分钟。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Go Don't stop Let's go Don't stop Go Don't stop Let's go Don't stop Go Go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Go Let's go Tu pacha club第三个动作，仰卧屈膝后撑。在做的时候身体要挺直，然后手撑住后边的这个板凳，刚下落的时候手不要外翻，膝盖自然弯曲。好，我们开始做十二个。接下来上斜俯卧撑。做这个动作时候的动作要领是身体要挺直，背不要塌下去，背和腿要成一条直线，然后手撑在凳子上。我们做十个，现在开始。
下来，左腿弓步提膝。做的时候，左腿向前抬，然后绷直，脚尖着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做十个。下一个动作，右腿弓步提膝，动作要领和上一个一样，我们做十个。下一个动作，侧弓步触地，做的时候双腿分开，脚尖朝前，然后弓步手触地，注意背要挺直，然后起来的时候要全部起来，再另一边再下去。好，我们开始做二十个。下一个动作，交叉跳跃，做的时候身体要挺直，然后双脚与肩同宽，跳的时候要连贯，跳回来以后双脚还是要与肩同宽，双腿自然弯曲，然后再交叉另一只脚向前。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三十个。下一个动作，斜向后箭步蹲，做的时候身体注意要挺直，然后腿向后撤，前边的腿膝盖自然弯曲，但是不要超过，注意不要超过脚尖。好，我们现在开始做十六个。
下一个动作左右平移，做的时候要领也是背要直，然后腿部弯曲的时候不要超过脚尖。20个，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左腿弓步提膝，做的时候左腿向前抬，然后绷直，脚尖着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做10个。It's amazing for sure. I like to feel when your legs make me losing control. And everybody in the place cannot explain what it seems. About a million fucking ass won't ever be like yours, babe. You got me beat, get me high. 下一个动作，右腿弓步提膝，动作要领和上一个一样。我们做10个。Don't get down, come and blow your freaking burn me, baby, till I'm losing control. I like to see when you dance.下一个动作，侧弓步触地，做的时候双腿松开，脚尖朝前，然后弓步手触地，注意背要挺直，然后起来的时候要全部起来，再另一边再下去。好，我们开始做20个。下一个动作交叉跳跃，做的时候身体要挺直，然后双脚与肩同宽，跳的时候要连贯，跳回来以后双脚还是要与肩同宽，双腿自然弯曲，然后再交叉另一只脚向前。好，我们现在开始做30个。下一个动作斜向后箭步蹲，做的时候身体注意要挺直，然后
腿向后撤，前边的腿膝盖自然弯曲，但是不要超过，注意不要超过脚尖。好，我们现在开始做16个。下一个动作左右平移，做的时候腰铃也是背要直，然后腿部弯曲的时候不要超过脚尖。20个，我们现在开始。下一个动作扣腿拉伸放松，做的时候一条腿伸直，然后扣脚尖，另一只脚搭在这条腿上，然后手轻轻这边轻轻下压，注意背要挺直。好，我们开始一边20秒。好，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我们下次再见。